戏院人多，确实我们有机会下手。对，哥，你说的对。等咱们混进去，你呢就是大龙套，我呢就跑堂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咱们趁他不备，砰砰就两枪，送他进去阎王。行，咱就这么办。哼，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那还有什么复杂的吗？怕的就是他不去。 小情人演出，他能不去？马德旺这个人贪生怕死，就算是情欲栏演出，他也不一定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。对，马德旺被咱们暗杀过一次，现在他是一只惊弓之鸟。所以啊，我们必须有两套方案。对，这样，如果马德旺去的话，戏院一定会加强守备。无影、白三儿。 你们什么动静啊？是啊，明儿就要开唱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，马德旺不会不来吧？这王八羔子，狡猾着呢，不按常理出牌。哎，有没有发现今天没人买票？ 去哪玩啊？城南边有个赌场，我们去玩一把。还要出城啊？没事儿，也不远，后天早上回来开工都还来得及。啊，走走走走，哎，走。不对头，伙计都放假了，明儿还真不唱了？不会吧？ 火车啊，来了！哎，你再给我盯着，我去探探口风。哎，来喽！去哪儿？去御风茶庄。哎，好嘞，上车。好。 老板，啊，要去买茶呀？这是，啊，听说这御风茶庄茶挺贵的。哎，我不舍得喝，用来招呼客人的。这招呼客人，普通茶就行了，干嘛买那么贵的茶呀？你不知道啊？明天有贵客来看戏呀。啊，不对啊，刚刚听说这都已经放假了。怎么就不是放假？那是啊，我告诉你，明天有贵客来。哦，对对对。 这秦玉兰演出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捧场，这怎么没见人来买票啊？这次啊，不用卖票了，整个场被包了。哦，这厉害，大手笔，这谁呀？这么阔气，把整个场子都包下来？哎，还能有谁呀？现在啊，也就马德旺才有这个阔气啊！哦，是他呀，也对。 秦玉兰是他的人，他包场让他高兴呗。他也是啊，为了巴结日本人，请的都是日本高官。为了保证安全呢，他们把伙计啊全换成日本人了。嘿嘿，哎，原来是这样。白三儿，你说什么？包场？白三儿。 你确定到时候来的都是日本人吗？班主亲口跟我说的。哼，既然都是日本人，那就给他一锅端。无影，你说的容易，到时候怎么端啊？这不简单吗？放个炸弹，啪，炸他。等等，无影，你放炸弹可以，但是不能伤及无辜，要保证戏班的安全。队长，你放心。
炸弹只放在观众席，炸不到舞台上的人。现在连戏班的伙计都换成他们的人，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。那些家伙死有余辜。对，苗姑娘说的对。吴英，这一次就看你的了，行不行啊？队长，我现在就去准备炸弹，咱今天晚上就行动。好。观众席离舞台挺近的，你要量把握好，别伤及无辜啊。这么宽的距离，我玩炸药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。别哥，算了算了，我保证只杀小鬼子和汉奸，绝对炸不到老百姓。行，这炸弹摆哪儿很容易被发现呢，你准备放哪儿啊？你们几个把这些老百姓统统给赶走。是，其他人跟我进去搜。你，哎，让，是，等着啊，来人。再给我仔仔细细的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目标，一定要确保安全。今天晚上来看戏的客人非常重要。搜。
报告队长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报告队长，后台没有异常。报告队长，什么也没找到，也没有人躲藏。嗯，好。今天晚上，你们通通留守在这儿，直到演出结束，才能收队。是。嗯。一会儿我们守在剧院门口，只要一爆炸，鬼子肯定往外跑，到时候出来一个我们就干掉一个。没想到杀一个马德旺竟然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意外收获。哎呀，这鬼子全聚在一块儿，这回啊咱们给他一起办了他，到时候我就第一个开枪，第一个杀鬼子，谁也别想跑喽。吓了我了！去，先把活干利索了再说。好好给我盯着。哎，马爷，到了。请。哎呦，真气派呀！是是是。来这边。奶奶，坐哪里比较好？哎，老人家，您坐这里吧，这里比较合适。奶奶，你先在这儿坐。我去后台准备了。哎，好，去吧去吧。你照顾奶奶。嗯，好，放心吧，快去吧。啊。嗯。哎，老人家，皇军来了，我过去打个招呼啊。嗯。您在这儿坐。好，去吧。少佐，放到中尉。大佐没来啊？大佐，您是有事，不过来了。哎呦，太可惜了。哼，马先生，我带了这么多人来保护你，你就不要侮辱大佐的智慧了，啊？啊，谢谢。谢谢大佐。既然大佐没有到，那少佐您就是今天的老大。哎，请上座。哎，请坐，请。
请请请啊。吃点啊啊，尽量好好吃点啊。肯定怀疑。走，跟我去后台。后台等着你呢，现在去吧。哎，好。站住！过来。这是把老太太带到哪儿去啊？啊，我们带奶奶去后台，玉兰姐想让奶奶去看看。哦。老人家，你们演的是什么？我演的是吕布。我是副将。索嘎，你们中国的戏曲很有意思，脸上画这么厚的妆，都看不清原本的面目了啊。这和日本的能剧差不多。倒也是，你们中国的文化跟我们日本的有不少相似之处。啊，是是是，中日本来就是一家嘛。啊，说得好。少佐请。啊，你们带老夫人去吧。奶奶。奶奶，演出快开始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
到后台呀、啊，他们俩说你找我有事儿啊。你们是？走，玉兰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啊，我出来看看奶奶。你看老人家，他才跟你分开了多大一会儿，他就想你老人家了。是啊。对了，你看好奶奶，好好照顾她。啊，你放心，老人家交给我了，专心去唱戏啊。来，我扶你老人家去坐。哎。慢慢坐啊，我去一下啊。去吧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你别管我们是谁，总之我们不是来害你的。你赶快想办法把你奶奶叫进来。为什么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我求你们了，他只是个老人家，你们别伤害他了。我们不是来伤害他的，这是外面。你别问那么多了，你把他叫进来就行。我不会叫他进来的，你们有什么就冲我来吧。我们现在没法和你解释，你必须听我们的。你要是不叫进来就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？你们到底要干嘛呀？我们是来救你跟你奶奶的。我才不相信。现在戏要开演了，我要上台了，我怎么叫他进来啊？你这样，你看着他，我去通知他们。你找他演出吧，老实演出，千万别多事，否则只会害了你。挺顺利的，结果出了意外。哎，那老太太还在那花盆旁边坐着呢。不是，那不死定了吗？还不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炸死一个少一个。不行，不能伤及无辜。那怎么办？无意，想办法把炸弹拆掉。不是，可时间不够了。这样，我再进去，我想办法把炸弹给它弄灭了。好，快去快回。好，哥，小心点儿。
查。走开，走开，别打扰我看戏。太君，这茶凉了，喝了对身体不好。不喝，不喝，走开。你找死啊你！赶紧说了，不喝不喝！你还没完了是吧？给我滚！哼！行动！哎哎哎，走啊！啊！怎么样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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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枪声了！快出去！赶紧跑跑跑！快快快！接玉兰吗？已经派人去接了。受惊了，都是我的罪过。啊，来，哎，王太，哎，你马上到高翔的警备队去，说我这里不安全，让他们马上派人来保护我们。快去。是。啊，来，来来来，老人家，喝口茶。奶奶，你别怕。要不这两天你先回去吧，这儿太危险了。玉兰呐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，这儿太乱了，奶奶不放心你啊。奶奶，我现在回不去，你先回去，过几天我就回去看你。老人家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让皇太明天就把你老人家送回去。奶奶放心吧。你们几个听好了，把院子里里外外都给我拔好了。是，去吧。啊，老夫人，玉兰，我进去打个电话。啊，您坐。啊，刚才没事儿。
接上海霞飞路100号。哦，是洪帮主吗？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马德旺。是这样的，我想在你那儿请一个最好的保镖。是的。啊，钱不是问题。好，好，再见。队长，老大怎么还不回来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老太太没死啊？没死。她现在和秦玉兰见了面了。哎，其他队员呢？就是啊。牺牲了。队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行动呢？我本来可以把马德旺杀掉，然后制造混乱，让老太太逃掉的。可是外面突然就开枪了，里面就全乱了，到底是谁命令开枪的？队长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太冲动了，本来可以四个炸弹一块炸的。你想想，一个老太太和两个丫鬟的命换一屋子的鬼子和汉奸，你说值不值？我觉得值。值值个屁！值什么值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发生了很多想不到的事儿，啊，队长也是没办法。你们俩别唧唧歪歪的。不是，刚才有我兄弟在，我没好意思说你，你应该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吧？你是不是怕苗姑娘受伤，所以才主动开的枪？咱死了好几个兄弟呢，我问你话，你能不能放个屁呀？不是。我不配当你们的队长。你先别谈配不配，咱谁都会犯错，谁都可以犯错，但是我不行。那么多兄弟因为我死了，你说我能犯错吗？行，要说错，我也有。炸弹，我没给弄哑喽，我的错，你别往一个人身上揽，知不知道？我也有错。记着。我认你这个兄弟。白三儿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自己的责任必须自己来担。这次偷袭杀害了我们一个中队队长，另外还有7个军官受伤。哎，我的警备队也伤亡了18个。你怎么做的保安工作？场地装了炸弹你都不知道？大佐息怒，大佐息怒，实在是这帮人实在太狡猾了。你在想什么？人家敢做的事情你都不敢想。大佐，我们已经认出来了，这帮人就是一直和我们作对的新四军凤凰山游击队。嘿，又是他们。这帮游击队一定是来杀马德旺的，
高翔，哎，你一定要加派人手，保护好马德旺。如果他有什么损伤，小心你的狗头。哎，嗨嗨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帮游击队一直在破坏我们的事情，现在还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，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，把他们消灭干净。嗨，可是这帮人神出鬼没，总是跟我们打游击战。我们要找他们的时候见不到人，不想见到他们的时候却总是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实在是防不胜防啊。大佐，我记得这帮人里面有凤凰山的土匪，您说他们会不会就躲在这帮土匪在凤凰山的老巢里？应该不会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帮人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。黑木龙，你别忘记这帮人的胆子是挺大的，他们会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们不能放过任何线索，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。嘿，我马上就带人去查探，如果这帮家伙真的躲在凤凰山的老巢，我就把他们一举歼灭。鬼子来了！鬼子来了！什么？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我们全都看见了。好啊，不请自来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对，这次有鬼子全死在山里。凤凰山寨是我们的地盘，这次小鬼子一定是自投罗网，自寻死路。对，哎，等等，小鬼子来了多少人？人好像不少。哎，以我们的实力，不宜跟小鬼子硬拼啊。这样，咱们还是安全些，躲山洞里面去。